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这十个方法只在忏悔罪业才能发起禅定。第十法五神忏，还得具备禅定与空性智，才能得以承办。这十法是渐进的，先经过前法的修持后，罪业自然会渐渐轻，禅定也能渐渐升起。忏悔分为事忏与理忏。一、事忏又名做法忏、有相忏。事忏者，分成择心忏、做法忏、取相忏三种。一，择心忏者，比如耐心不好，怕麻烦，没有尽心之类小过失，要自行择心忏。二，做法忏者，比如我伤害了你，我向你发怒忏悔，获得你的原谅后，就忏悔清净了。发怒的对象，除了被自己所伤害的外，也可以向高僧、大德或佛菩萨发怒忏悔。Thank you.
取向忏是属于杀盗淫妄语的重罪，要忏到重罪灭却的几项。这重罪不只是今生所犯，也通过去世带来的罪业。常见的取向忏，比如修八十八佛忏悔文、方等忏、大悲忏、法华三昧忏。二，礼忏是无相忏、无声忏，一名实相忏。礼忏是由礼地通忏悔，礼地是诸法本空的般若，所以要进入礼忏，要先具足般若空观。一，观普贤行法经说，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观罪性本空的般若，即是实相忏。一切罪业都是由妄想所生，观妄想本空，入于实相，实相无相，所以了无罪相。罪相犹如早晨霜露，智慧的太阳一出来就消失了。三，一切罪相都将被般若实相所照破，这也是所谓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已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此则是名真忏悔的道理。观罪性无声，
就是属于李忏。重罪孽相。经过至诚忏悔一段时间后，大都能感受到业障有所减损或净化，这时会出现所谓有的灭罪之相。至于要多久才能感受到灭罪之相，乃依于业障轻重以及至诚心深浅而有差别。智者大师用五种情形说为重罪灭相的象征。一者，自觉身心清丽，身子比以前健康，情绪比以前安稳，心理上的烦恼也没以前那么重，身心感受到所谓有的轻盈。二者，得好瑞梦，或复睹朱林瑞异象。智者大师修方等忏时，修到圣相现前，在庭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大道场，自己坐在高广的大座上。口诵《法华经》，出定后，心神融静，爽利长日，身心比之前感到特别的清安。
三者善性开发。比如发起过去所没有也不会有的慈悲心，或待人处事上显出所未有的包容力。四者，于坐中觉身如云如影，因是见正得禅定的象征。于坐中觉身如云如影，这是忏悔后相应初禅未到地定的身心效应，以及由业障的净化加上勤修止观相应禅那，得以先证入未到地定，再由此深入诸禅境界。五者，复豁然解悟心身，善事法相，随所闻经，即知意趣。这是业障消除，开发了般若慧的善相。过去无法了解的法义，突然就此相应明白了。再翻过去看过的经典，以前不懂的，现在大致都能懂了。忏悔的功德如此之大，但因众生在无明妄想的覆盖下，把忏悔一事只在做错事的事项上转。一心一意在维护自我的尊严与自我利益，
对自己的缺点都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对别人的缺点则在分别妄想下清清楚楚斤斤计较。为赞叹公开忏悔者之所以很少，乃是因为当中必须具备智慧之眼，才能看到忏悔的殊胜处。凡夫的心都是向外看，只看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盲点。圣者则是一心观察自己的盲点，不会在他人的缺点上做文章。就如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浊，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分会举办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法会，日期11月11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下午2点，佛学讲座《阿弥陀佛48大愿》，恭请湛江法师主讲。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
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药师宝忏护生小蒙山，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陀教法智慧小故事。佛陀曾在《法句经》卷三开示道：世间什么苦最难忍吗？佛陀对四位比丘说：久远以前，有一位名为精进力的比丘，具足五种神通。每当他在山中树下独自修行时，总有鸽子、乌鸦、毒蛇和鹿围绕身旁。一日，比丘坐在树下打坐中，听到鸟叫声，缓缓开眼，比丘看到一只乌鸦与鸽子在对话中。乌鸦说：我认为饥渴最苦，饥渴时身体虚弱，眼看不清，且神志不宁，易掉入猎人陷阱身亡，我们有很多同伴就是因此而丧失性命。鸽子说：淫欲最苦，因为色欲炽盛时，内心失去理智，行为没有顾忌，危险就接踵而来，连性命也会不保。接着毒蛇和鹿走过来，也在谈话说，毒蛇认为嗔恚最苦，当毒害他人的心念一起，不分亲疏远近都会遭到危险，这种毒意不仅能杀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鹿则表示惊怖最苦，我在山林旷野间游走时，心中总怀有恐惧，害怕被猎人或豺狼捕捉，只要听闻一点声响就会惊慌地奔逃，即使是母子亲眷也无暇相顾，所以我认为惊怖是最苦的事。比丘听到鸟兽们的对话，便开口和他们说话，四只动物集聚到比丘的面前仔细聆听。比丘告诉他们：你们说的是知微末节，没有探究到苦的根源。天底下最苦之事，莫过于拥有这个色身，因为有色身而产生无量的忧愁与畏惧。所以我舍弃世间一切，出家修行就是要斩断痛苦的根源，达到涅槃的境界。涅槃即是心念寂灭，没有形相，不受色身的束缚，这才是最大的安乐。四只鸟兽听了比丘的解说后，个个点头称是，便心开意解，感到十分欢喜。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人人有身皆苦，出家修行体悟苦空无我境界，方为断苦之根本。吃素的心是快乐的，护身的心是感